欢迎收看《股期来点名》。那今天大盘呢，大跌了251点哈，跌了251点。那我说这里呢，是危险还是机会？那首先你要看法人，今天外资卖超100多亿。那对照他在11月，他买超差不多2000亿。那大盘跌到这里呢，你要看月线的支撑在哪里。那我说这个地方呢跌得好，为什么跌得好？这一天我解盘一直跟大家谈，大盘本来就是盘整，那你不拉回，投资人心呢七上八下的，反而下跌很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先跌下来呢，你会发现呢，你很容易看清楚哪些股票是好的，哪些股票是不好的，哪些股票筹码是稳定的。你很容易看清楚，还有你去追价的，今天是不是加到？那我一直强调什么？多头，但是呢，你一定要低买，你要做功课。不做功课的人啊，看它涨了就去追，那不小心呢，像今天很多股票呢，严重套牢了。那我们最近讲的股票表现怎么样？今天两百几点吗？森达科连五红之后呢？哎，今天竟然涨，跌200多点哦！你要去注意哈、哦，你要去注意今天两百几点会涨的股票，它背后一定有故事嘛，对不对？它背后一定有故事，是筹码被锁住了。那为什么被锁住？是明年成长吗？等一下我慢慢来看。升华科两只涨停以后，哎，今天还在涨，今天大盘了200几点哦，这个叫洗盘嘛。这代表什么？筹码锁定了嘛，我赚了30%呢、啊，会员可以自己去算嘛，计算机打一打30%哦。那如果你在上礼拜你乱追价，我探三成，你有可能赔30%或者赔10%嘛。那包括呢，宝林富锦昨天创新高，等于是平盘整理嘛。包括旗宏也是一样，涨停后整理啊，药华要拉尾盘哦，有些股票你要去注意哈。今天大盘了200几点，要安怎看？我这一天一直跟大家谈什么？我是画一个大圈圈。我说年限啊，在12月，在12月不会来，但是春节之前挑战年限成功率90%以上。那我说12月它会整理，那今天呢是不是拉回？那拉回我们要注意看哈，月线在这里嘛，那年线在这里嘛，那拉回机会是不是来了？我们这里稍微拉近哈，这里是不是都是支撑？是都是支撑，月线在这里嘛，是机会来了。如果你空手的话，那这地方你要去注意什么？这一天，这一天11月11号，即刚是上面累计载一为载一，外资买超448亿，外资欢景，有无？宅一为宅一，那外资你要去算呢、啊，在这一段时间，
我用这张图给大家看哈，在这段时间这一天，11月11号，外资买400多亿，他一路买，对不对？到今天给他留了这冷爆归蛋，今天外资卖了131亿，131亿大概是这一根，所以外资整个筹码还是偏多嘛。大家记不记得我讲过一件事情很重要，你要记住，我说外资呢就好比一艘航空母舰，它要转弯没有那么容易啊。我们一般投资人呢，可能键盘一敲，我就把今天的股票出清了。可是外资它是一艘航空母舰，它一旦转弯，它就不会轻易回头。你要记住这一句话，未来10年都适用。外资一旦转弯，趋势就不容易回头。这刚在一尾在一，外资在这一天买400多亿，大家记不记得这一天我怎么讲的？我在华人圈待久了，很多事情要靠经验了。这刚在一尾在一，在一尾在一，这刚外资买多少？买448亿。我说外资追涨嘛，外资是不是追涨？外资追涨代表什么？有波段嘛。我说我签名，记不记得去看重播，去网络找，11月11号我签名，这里是外资的起涨点，是不是印证了？在一尾在一，一大堆老师不敢买，等他回档，到后来呢，在这里追涨，有没有赚钱？你买对股票一样赚哦。可是问题是，常常投资人是追高股票，买错了。那从这里到这里，这里是外资的成本嘛？我说我签名啊，我还特别写一个标题。外资敢追涨，你为什么要空手？11月11号，标题我写什么？外资追涨大买，一定是看好后市，对不对？那它一路涨啦，涨到这里嘛。那今天拉回251点，外资卖100多亿，那整体还是大概买超2000亿嘛，那这个地方你要怎么看？空手的，你要不要进场？那你去看一看呢，这里刚好接近月线嘛，12月它本来就是盘整，所以我说它跌得好，跌下来大家比较不会恐慌，因为这里就支撑了嘛，好好的选股票啊。那尤其今天往下跌，台积电占一大部分了，尾盘，但不是电子股都在跌哦，联发科是往上的。重点是你怎么选股，那包括呢，会员手中持股，今天是抗跌的，圣达科对不对？升华科、生技股、宝林涨停后拉回，创新高拉回，都小跌，而且低档呢都带量，这些呢都是内行的人在买，这个还拉尾盘。我说机会来了，机会它不会等人哈，赚钱你不能慢半拍啊。那如果时光倒流，在上个礼拜你跟着我做，升华科是赚了30%，宝林护颈创新高，升唐连涨5天，升华科赚30%，对不对？一档一档，这是会员的持股啊，我几乎天天讲，今天也没有跌，那你低买都是赚钱的嘛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准备2档股票，我说你要跟上，探紧，你不能老是慢半拍，休息一下。
时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。手机扫描 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，24小时帮您解盘。贺陈瀑布吴老师，会员手中持股全数获利，超级感恩大优惠。今天入会只要38800，今天入会只要38800，机会难得，尽情把握。刷专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法人顾问吴老师专攻法人操盘习性，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，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，素有法人顾问之称。茫茫股海，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。致富专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贺陈瀑布吴老师，会员手中持股全数获利，超级感恩大优惠。今天入会只要38800，今天入会只要38800，机会难得，尽情把握。刷专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欢迎回到现场哈，也大盘的251点，惊死人，各说各话，看空的讲空，做多的讲做多，但我要跟大家谈的是什么？第一个外资的筹码，第二个内资的筹码，第三个重点是选股，还有你的操作策略，你要低买，不是去追涨。我说这个地方，空手的。最重要是你要有一档波段底部区低买反败为胜的关键嘛。我说红包在台面上自己去拿，你要做功课啊，不然老是看到今天开盘哪些股票涨了就去追，那追了又出车祸嘛。今天很多股票开高走低啊，那我这一两礼拜讲的股票今天表现都还不错啊，是相当抗跌嘛，都还是赚钱的啊。唯一的方法嘛，就是低买让法人抬轿，你坐轿嘛。今天多少股票是重挫的，大部分都最高高价股，好惨啊，一跌56块，10张呢一天就蒸发掉56万。美食去追价，同样生技股该低买你不低买，老是追，台康生技都是追涨，智勤追涨都掉下来，高端你看智勤在这个位置，不是不可以买，而是这里的风险。那你好好找一档股票在低档去买，那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股票？当然有嘛。那投资人都是很盲目的，那赔钱一定有理由嘛。包括汉翔，啊你这不买，啊常常要留。投资人有时候是你自己操作的习惯不好，你的策略不对，所以你会发现呢，为什么老是赚不到钱？我们这一段讲一下森达科，这底部往上，这连五红对不对？那你底部买，怎么会赔钱？那我说他为什么买？他第一季，明年第一季成长20%，明年一整年成长60%，那股价重挫主底，没破底嘛，攻击波没破底嘛，它是往上涨，那今天跌200多点又怎么样？还是涨嘛。
那今天报纸呢有写一下利多，我们简单看一下哈。我们这里拉近哈，圣达科第二代卫星发射传捷报哈，最快这个月，最慢明年一月，明年一月就下个月啊就要发射了。第二代卫星发射比预期的成长六成，成长力道呢更胜预期。客户第二代卫星发射进展比预期还要快，也会拉动整体毛利率。我们简单讲就是这样子，第一季两成，明年六成，低轨卫星好好做功课啊。它今天没有跌哦，往上涨带量，对对，还没有结束嘛，接下来挑战这个位置更高嘛，那一个一个做嘛，成长股低买，对对，逐低买。同样地位卫星台阳也是一样嘛，这顶礼拜都有讲啊，而且它鸿海集团这个月呢又是集团股做账，建汉也是啊，这岁月底部有没有这种漂亮的底部往上出量，这标准的什么底部主体向上多头嘛，随时都有机会啊。上礼拜你看到机会没有，你何必去追已经大涨的股票。那今天报纸另外头条是什么？上个月外资汇入92亿，那有些人说什么？最近买的外资是假外资。那据我的了解，是真外资。那今天事实出来啦，是真正的汇入92亿。11月买了差不多2000亿，明年成长的股票。你要一档一档去操作嘛，我们简单看一下。为什么抗跌？今天大盘跌251点呢，涨了三成了，赚了三成了，华人抬轿我坐轿三成了。我说赚钱不能慢半拍嘛，上礼拜有低档可以买啊，我会员就跟着买啊。昨天创新高，涨停后整理，拉尾盘，有些股票是往下掉。我们简单看一下，我说过什么？我只低买，不追涨。会员坐轿，这就会会的价值嘛。上礼拜二买进旗宏散热，也是低轨卫星，为什么都赚钱？因为我不追涨啊，你这样不买啊，你今天去溜短线当然加到嘛啊，那创新高对不对？那创新高以后拉回这个地方又是支撑的嘛，会不会破底？不会嘛。宝林富锦也是一样啊，创新高拉回，跟你说会当买啊，你有买无？无买起去哩，你去留还阁加着嘛？那整个量价结构都是多头嘛，主体向上，对不对？他今天也有利多出来啊。那药华药哦，讲到这一档，他最近没涨哦，只有这一根长红，这也是法人买的、哦。然后在这里做整理，跟这里一样嘛。慢工我点了工企业高品，这几天没涨嘛。但是我说目标在哪里？在这里嘛，550到600嘛。这里600跌了三成，这里我们赚了100块，对不对？一样续报，拉回买低买，目标在这里没有改变嘛。今天没去啊。我都讲前面，包括外资在这个地方买，我们公投前嘛，一支一支做。我们简单再看一下，你像智源，这是华人的股票啊，
主体向上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重挫？没有嘛。那你看星星这窄板有没有重挫？没有嘛。那包括上个月我说卖掉南亚科，它是掉下来，上个月卖掉长龙，它也掉下来啊。那一档一档做，该买进的我们逢低买，该卖的我们也逢高卖。那今天我们也卖一些股票，那拉回呢，明后天又可以买进一些股票，跟上脚步，休息一下。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，手机扫描 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，24小时帮您解盘。贺陈瀑布吴老师，会员手中持股全数获利，超级感恩大优惠，今天入会只要38,800，今天入会只要38,800，机会难得，尽情把握。刷专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法人顾问吴老师专攻法人操盘习性，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，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，素有法人顾问之称。茫茫股海，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。致富专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欢迎回到现场哈，那今天大盘的200几点哈，不要吓到，跌得很好，跌下来呢接近月线了嘛。本来我就一直讲12月它就是盘整，1月会挑战年线，90%的机会，所以我说红包你要自己赚嘛。那今天跌200多点，外资卖多少？他就有卖131亿，那跟11月比起来呢，差这么多，这里买了大概2000亿。那重点是什么？今天200几点嘛，有人空手，有人了解鱼类的，有人一样赚钱啊。我会员还是一样嘛，包括上礼拜买的，最近买的，都还是赚钱嘛。那今天跌200多点，那最大原因在哪里？一再一再提醒大家，不要追价，茫听一堆老师拢咧解盘。常常叫你留，我用最简单的讲，在这一天大盘买400多亿，外资这里是卖超的，这里买超代表外资在这一天追高。这一天我标题怎么写？外资敢追涨买400多亿，必定看好后市。没有一个老师敢这样讲啊。那事实上证明呢，我说你为什么要空手？外资都认错了嘛。次上来那些拉回啊，我再讲一遍嘛，红包自己拿，就跟当初我签名一样啊。我每一次都讲前面了、啊、我说这一段我们从13,000、14,000到现在15,000，我们做了2-3趟了。那最近的传统稿位给大家看嘛，我说生华科讲一波有影无影，当然也有影，我不欺骗嘛，2只涨停啊，今天还是涨啊，这切利嘛，全部赚，这废话嘛，标题写的、啊、旗宏创新高，宝林护锦，这护华丽责任的嘛，
那大盘跌了，我说机会它不会等人嘛，等人爆归掉吗？机会来要不要补进去？今天不热嘛，三成啦、啊，会的价值就在做轿嘛，按你解救三成嘛，做轿创新高嘛，那你又何必追价？你又何必追价？那这些都会员的持股，那电视上呢也讲了很多次，一档一档去操作，对不对？那做轿三成就是会的价值嘛。那你需要的是真正能带你赚钱的老师，大盘跌200多点，机会来了，自己要把握住，带你进场。谢谢大家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，打败懒得动，动不动就爱水蛮牛。贺陈老股吴老师，会员手中持股全数获利，超级感恩大优惠。今天入会只要38,800，今天入会只要38,800，机会难得，尽情把握。刷专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法人顾问吴老师专攻法人操盘习性，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，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，素有法人顾问之称。茫茫股海，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。